一个夜晚晚上、睡觉起来，哇，这什么全身，昨天晚上就好像睡觉里面在上课，啊，上面的仙翁来指导，叫你做什么做什么，那些都是蛊惑类的啦。譬如说燃灯蛊惑也是代表性嘛，是不是佛教界的导师嘛？他是阿弥陀佛跟释迦牟尼佛的先导师嘛，是吧？然后我来给我说你要怎样做怎样做。第二个，东方琉璃药师佛，那就医学方面的，还有一些无形古佛啊，无形古佛相当于我们道教的，他说道教就是三清道祖的老师啊，无形古佛同一个阶层，只是名称不一样。哦，好像医生有分内科、外科、心脏科，什么都不一样。这些来说，你找到了，你不要再跑了，不要再那个，你就要好好帮我推行，还降个温给我。哦，1985年，因为我那时候接到，我不理会他嘛，因为我学医学科学，对这个比较那时候TK不相信。结果1985年又降下来跟我讲，已经给你3600天的时间了。你要赶快做，你不做的话，我一个月之内就把你调回去。你是天下排第三，在天下排第三号人物。我说第一号人物呢，他说犯了天条大罪，现在在天牢。第二号人物呢，去年被他收回去，起心动念没有正心正念。你是第三号，现在等于第一号人物。你要走，你不做，还是一样给调回去。天命不可违嘛，是不是？我说好了，好了，我做了。那一个月之内，切记，我说好了，那我就开始到美国去。嗯，所以到美国去是上天要你去美国的，还是？不是啊，我想一想，你要科学认证啊。哦。因为美国是先进国家嘛。嗯。是不是？嗯。那我其实跟南加大跟有一些有关的，那个。那个什么，那个杂志都刊出来嘛，一段时间也有出名，也有杂志刊出来。所以1999年，我在世界的武术比赛得到特别奖。武术比赛？对。你本来就会武术，还是因为？不会哦。啊，在武术里面都是打个龙，个子很大。我把一个147公斤的匈牙利的选手啊。叫四个学生要抬不起来，用手指我一拍，他轻轻浮上来，哇，这个怎么了不得啊？当时才出名，就我书里面有啊，颁一个国际认证的奖。那个是一个武术比赛。武术比赛，来，输给我。武术比赛有发一个奖给我。哎呀，世界杯的奖状。荣获证书嘛，他们不知道，人们说，因为中国就是 Chinese 功夫嘛，他们这个就是气功表演，就是要写英文呐、他说你中国人就写中文，气功表演，就你自己写的，他们颁的什么我自己写的、我字会这么差吗？我就是那个字呢，说因为他是中国人，所以写中文啊、OK 好，他不知道嘛，莫名其妙，报纸都看到哇，这个这么。能量这么大，所以你实际上是不会的啊！你不会武术，我说一夜之间就得到了吗、我不是说一夜之间得到，一夜之间连武术也得到，也不是说三立命相符吗？武术跟武术不一样，武术，数学的术、是武术，比赛啊，这是文武的武啊，对啊，这不是武术吗？这是武术，我是武术。三一命相谱、我得到，我用这个原理把一个147公斤把它抬上来。是日本的那个什么相谱啊、要叫我去抬人啊。我曾经去日本表演啊，100多个人在餐厅，我摸第100个人，一直摸到前面101个，吃东北的酒啊。70几度的酒啊，一喝很顺，我手一换掉，喝一口去吐了、能量，能够经过100多人传出去，所以他们邀请我去日本表演，时间排不出啊，
要把那个最重的200多公斤的抬起来，因为我曾经抬过100多公斤的四个人，那关你正常啊，要抱就抱不起来，我叫他手指一抬就抬起来。就是别人抬起来，你是拍手而已。我把人命灌到他们身上啊，我怎么抬？这才稀奇嘛，第一次抬不起来嘛，我书里面不是有网络网络都有嘛，看到了，这个抬不起来，我手一拍到轻轻拍上，这个是不是这个都抬不起来？抬不起来，我手一拍就抬，像这个抬不起来啊，我手一拍就抬起来，对对对，这个还轻的，重的像这个重的，换几个重的，你看像这个这么重，这个这么重。抬不起来了，我手一拍抬起来，这个也是一样，两个狼两个人把它抬起来，椅子这么高啊，是不是？那我在现场发光，像这个现场发光，这回去好好看，现场2000-3000人，我手这样一摆啊，2000-3000人全部在动，有时候打气，有时候在哭在叫，十分钟停下来。小毛病都好了，大毛病再来看。2000-3000个人一起都好了。我一起发光了，小毛病啊，大毛病另外再安排，是不是？像腰酸背痛一动的话，请不起来。能量到身上的事会多啊！我做实验，你站着，我老是站着。我可以一边讲话，可以一边治疗啊。来，眼睛闭着就好，哦。脚稍微张开一点点，不然会跌倒啊！鼻子吸气，嘴巴吐气，慢慢来。好，再吸气，吐气。好，放轻松。等一下，你问他感想嘛，这样就知道嘛。现在先调整度量慢，身体有一股气在动。你的腰部注意啊，腰常常酸了、啊。你是谁？他在动，我怎么会讲你？哦 ，OK， 这是关气论证，小腹容易胀气，要注意，是不是在动？对，我看到他在动。你可以讲话，是你在动还是气在动？吴老师，吴老师讲话没关系。应该是气在动。啊？气在动。是不是气在动？是不是？是你在推他吗？我哪有推，我去把它运到身上，我跟你讲话去在他身上、哦、是是，所以你把气弄到他身上，然后他自己在动，所以3000人是这样，我一送3000人都拿到气了，得到气了、哦、现在在调你的腰啊，等一下左右会动，以后会像呼啦圈再绕圈圈，我先预约给你知道吧，我先预约嘛、哦，等一下，你再看他的动作，他是不是这样？你脊柱要注意，动的东西要小心了、啊，不要提，好不好？好。重的东西不要提，脊椎有点伤害到，所以你脊椎伤到了。我现在是跟他气沟通，不是跟他人沟通，跟他的无形的气在沟通。哦，来往前走两步，来往前走两步。开始左右旋转哦，左右旋转，呼啦圈这样绕。对，他现在气在推他的腰部。嗯。下来，眼睛张开，眼睛张开，停下来啊，不动了哈、哦，没有动了吧？啊，吴老师，我在听堂我，
啊，所以我如果跟无形界讲话沟通、哦，来手抖一抖，手抖一抖，拍出来，下面一句，抖一抖拍出来，手抽一抽，自己灌顶，百会灌一下，简直摸一摸，好，把气拍出来，把换边拍出来，再抽一抽，胸口抽一摸一摸，消化系统，好，弯腰腰抽一抽。从大腿的外侧拍出来 ，OK， 好，起来，看能不能轻松，走走看，轻松没有？不跟上我，啊？不差我了，今晚都要退休过后，今晚看好一点，中了中了，怎么样？有差吗？啊？我看轻松。姜老师试试看，好，体会一下嘛。